展望未來，明日大嶼和北部都會區將會是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兩大重要引擎。明日大嶼將會創造集工作、生活和娛樂功能於一身的第三個核心商業區，一方面支持香港繼續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另外一方面亦都提供土地作新興經濟的用途，提供更多元優質的就業機會。而北部都會區方面，我們會積極推進現有的各個項目，並且會進一步開拓更多的土地，同時善用毗鄰深圳和其他大灣區城市的優勢，加強與內地兄弟城市之間的合作，尤其是在創科產業方面，積極推動大灣區成為國際創科中心，配合國家的發展戰略。